认识侠客欧尼尔。我的劈腿经验，对，希望他砍过来之后，我是直接用右手去拉人，直接把他握的。你有没有听过鬼压床？我是被鬼推床的。哦，鬼推床，有在被干吗？Say bye bye。因为今天现场除了非常广大三十位我们重要的来宾朋友之外呢，还有我们的掰王们来到现场。好，不要说拜拜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为什么我们要做掰王争霸战？怎么说呢？今天很特别的哦。观众朋友在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啊，你们在电视上讲的是真的是假的？对，很多。真假的不能真，真的不能假，假到不得了的，他也在讲，结果还是真的，就确实夸张的故事。但是哦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的，他们里面你以为说，哎，长得那个样子，讲的可能都真的，或者都假的，但是很难讲。那你们四位就当这个主审，是的，还有我们后面广大的群众，欢迎你们。那么欢迎吴春，哎，还有我们的曾志熙，还有李一。于强，谢谢甜雪曾景，有工具书的部分，哇，不得了，这个是阅历是吧？对，中立在沙巴拍的，哦，厉害，漂亮，美景配美女嘛，对呀，好厉害哦，这个身材，对啊，音乐受沙巴女王，好，谢谢，来。对，既然今天要讲掰王的话呢，还也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哦、喔。他们四我们五位的来宾呢，他们讲完自己的故事，这样子而已，我们很难分辨真假。我们另外呢会有惩罚来让大家来评判一下。第一关就是你们四位来猜了，是的，好不好？惩罚我们的衣食父母太不礼貌，对，惩罚你们。对，每一个一个讲完之后，你如果觉得真的还假的，如果猜错，人家是假的，你说成是真的，那你就要惩罚了。人家是真的，你说成假的也要处理了。好，太难了吧？很明白。对 ，OK， 明白哦。邀请的是玉林哥。好的。那我讲的都是真的。假的。你是个掰橘子的掰。题目我们一出来你就要开始讲哦。哇，这个都没有时间准备。是的，谁不能准备？我们用电脑选号，好吧？选题旁边有一个按钮，玉林哥，请按钮。对。好，再按一次，题目就会出来了。再按一次，三二一。宋一鸣见不得人的黑暗秘密，可以讲吗？你有吗？小心啊！见不得人，一定有，一定有。一个大哥的都可以。好，有一位也是我很敬仰的大哥，他要去这个台中出外景。好，哎，那个幸福和谐的画面，因为他也带着老婆嘛，然后后面呢还有他三个另外的友人这样子，然后晚上呢就下榻这个台中某知名饭店这样子，在那个房间里面打麻将，然后呢大哥就说，哎，那个我下去啊，那个逛一逛这样子，好，顺便呼吸一下。大哥离开了跟老婆一起打麻将的房间以后，去了隔壁房间，走嘛耶。以前的大哥哈，各个县市哈都有安排一位。好，姑且称之为红粉知己好了。哇，这个地方的妈妈，那这个红粉知己呢，连他老婆都是不知道的。哎呦，那必然就是巫山云雨嘛。饭店外表看起来是很高级，但是呢，其实隔音做的是不好的。所以呢，他自己以为说，哎，那个天衣无缝，殊不知隔壁房间在打麻将的人呢，都听到了，而且那个声音呢很好辨识。然后大家面面相觑，然后老婆想说。那我这种要求代志，因为她老公的声音化成灰，她都认得嘛。太扯了，怎么可能？当下怎么样？因为他们那时候开一台休旅车，南下到台中的时候，沿途哦有吃吃喝喝啦，然后老婆有买一袋甘蔗，当场呢抽从那一袋甘蔗里面抽出一根，所以哪一个交流道有卖甘蔗？你跟我讲一下。让他讲完，气急败坏的那个跑到隔壁，然后砰把门踹开，然后大哥头一抬起来，安怎？没事。骗人！
怎么可能美赛？然后呢，这个大嫂啊，当场呢高举右手，然后朝她老公的屁股啊，跟鞭刑一样，砰砰砰一打，那个甘蔗啊，打到了整个屋子都是被甘蔗汁，一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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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甘蔗汁。然后呢？那老公这样整个惊醒了，因为老公其实看到老婆的时候是一时哦那个没有会过意来，因为人在极度惊恐的时候，眼睛看的是老婆，但是呢他一片空白，他不晓得人家是来抓奸，他还整个傻眼傻住了这样子。好，那后来整个事情就传出去了嘛，哎呀，就完了。那没有传出去啊，后来那个大哥也很难做人啊，所以呢慢慢就淡出演艺圈了。哦，那可以告诉我们男是哪一个大哥吗？好，直接来举牌，我不给你们，一二三，你觉得是真的假的？四张牌全部都是假的，猜对了，不可能，太荒谬了，怎么会荒谬？哪一段剧情不合理？甘蔗啊，甘蔗在加油站，甘蔗怎么会不合理啊？没有，他还转过头说不行吗？这怎么可能？没有，因为人通常老婆一进来，人在极度惊恐的时候会讲出违反逻辑的话。等下，吴尊，你觉得是真的？我觉得故事的可能主轴可能是真的，可是中间他稍微做点夸饰，因为我觉得一开始他说是小梁哥说的，他推给小梁哥，就是会害怕说，哎呦，因为我说的这个是真的，所以我要推给别人。对 ，OK， 那三位假的，一个真的，请问神玉林先生，你说的这个故事真的还是假的？我告诉你，跌破眼镜，假的，真的。你们会觉得很荒谬，那是因为我的表达方式。我证明给你们，我讲那是真的。谁？我就是那个大哥。好，回来，你们都猜错了，来，猜错的猜，三个上去，来来来，美女麻烦。画面很好，可以了解一下三位都有安全裤吗？因为这个上去了。等一下，哎，三个。哇，这个角度真的是角度很好哎，真的角度很好，好像去，好像玛丽莲梦露哦。好，玛丽亚，来轮到你了啊，来，请选题。现在按彼此的好，再按下去就选题喽。好，来，按了就选喽。好，什么？什么什么？曾经被同学霸凌，到现在都有阴影。其实每个人成长阶段都有被霸凌过，只是你自己有没有去注意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我高中的时候，我最好的那个男生朋友跟我说：“哎，等一下教官要来突击检查，我有带烟，你帮我想办法。”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有那个念头说：“帮他，那是你兄弟。”我说：“你烟拿出来。”然后他们一定不会带烟盒嘛，就是抓一把的这样子，然后剩四五支。他说 ：“Kiki。”然后我就收起来，然后想说要藏哪里，你知道吗？我刚进学校嘛，我有带早餐来，那个起司蛋吐司四支香烟，我就把它夹进去。教官不可能说哦，你带来这样一片一片翻嘛，我是很聪明，对。然后我就这样带着放在桌上，结果教官进来以后，他就在那边看，他就看到我，他就这样瞟我一下，说早上赶快吃啊。我说哦，然后他就要走过来要看一下而已，但是我一时心虚紧张，因为我真的很少来骗人，然后我就赶快哦，然后我就赶快早上拿起来就一直就开始吃了，那个是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早餐。起司蛋三明治里面夹了四根香烟，好险我那个棉花的烟头是朝下，所以我第一口咬到的是四根蜡烛。对，所以蜡烛后来我常吃啊，所以我第一口咬到的是那个起司蛋那个三明治的口感，还有夹着一点纸屑还有烟草，实在是有够难吃，但是我还要面带微笑。我远远的看到我同学在最后一排对我竖起了大拇指，非常的钦佩我，落下了他感动的眼泪。后来我的阴影就是说，人家会当你是大联盟的球员，嚼烟。那为什么这件事情跟这个题目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我后来就是毕业以后，我同学才跟我讲，其实是他们要整我，就是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带香烟，然后又其他人自己去跟教官说，哎，那个今天听说叶欣美有带香烟来哦，然后叫教官来检查。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件事情，我真的当下很不爽。可是这件事情是我朋友跟我承认，然后因为他说他看到我的举动，他觉得我太听朋友了。好，请举。举牌！啊，假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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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只有志熙觉得是真的，志熙觉得是真的，真的，他长
个很诚恳，而且我觉得长得诚恳。骗了啦，自信。你这种就是最容易被诈骗集团骗的。对，我之前就被骗了，还被画符啊。好，对，玛利亚，他刚讲这个故事，真的还是假的？三，真的。二，假的。一，我讲的故事是真的。上去抱两个 model， 男人一生当中，三二一，吹！来，你干嘛推我？保护女生，太夸张了！而且他还推我！对啊，对，他掉下来，你们怎么忽然自己？地震加台风，你要保护他，现在速度超快耶！而且我有被打到，还有神经病。傻鸡牛，准备傻鸡牛，请按钮。好，选题目。再按一次。再按一次，题目就出来了。哦哦，我在黑帮的日子。泡在国际好友竟是他，掰王说出真故事。我认识其实最大咖的是一个 NBA 的一个巨星，他就是侠客欧尼尔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他唯一科他最不会的就是数学。就有一天他说 Paul， 你有办法帮我处理一下，帮我那个作弊一下。口语讲这么好啊？哇，英文。那一科他真的是低分通过，特别飞到那个他们的那个洛杉矶的主场，想去看他打个球。这边他练，回头看，嘿。Paul，居然要等我哎！自信好浓，诚恳。你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。周子瑜、西小瓜都会是他的老师。对。哎呦，有不一样啊！我在黑帮的日子。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刀伤，刀伤哦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厨师切菜，切刀，16针，哎，真的好看，16针，但是他是艺人当中唯一有厨师执照的。对，了解。右手拿菜刀，所以不可能会砍到右手哦。哦 ，OK， 我还记得。他就给搞完，然后用左手再拿。我们的给搞没有人这样练的啦。记得。好的，我还记得我小时候4岁的时候就来台北。然后就定居在淡水。其实因为我的身份也比较特殊，那边的小朋友呢，其实通常都不太会跟我玩，甚至连我到上学的时候，两个同学左右两侧，然后上学的时候都会挤我啊。老师就说：“哎，你们旁边两个同学干嘛要挤中间的我？”这样，他们说：“哎，老师，我们在挤黑人牙膏。”从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很。也太幽默了，那个讲故事啊，没有必要要刻意耍幽默。没有啦，就是吃馒头，其实我们也可以，我们也可以只吃馒头就好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是对于跟人群接触是非常的排挤的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为了要有我自己的这个主权的话，那我开始会用拳头跟人家问候。哦。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，从国小开始打架，打到国中。然后国中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些国中毕业的譬如说大学长，他们会来吸收一些喜欢打架、爱闹事的，就是不喜欢读书的。对对对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跟庙会有一些活动啊，干嘛吼。然后那些大哥哥就说：“哎。”给你去搞啊，道家郎就是人不够的时候，属狼唔属丁嘛，对不？属丁的花派兵。我们一到现场的时候，他们就直接就打起来。那个时候我跟我同学去的时候，其实我为了要保护我那个同学，所以当下那个西瓜刀砍过来的时候，我是直接用右手就是直接把它握着，然后抢过来夺白刃，空手。对对对对，空手。没有，当下没有想那么多啦，就是刚好我同学是背对的，然后学校就传开说，哎。在那个战役，你们有没有参与？我们有参与啊！我们当然有参与。哎，被砍成这样，战役。然后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在学校是非常叱咤风云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在国中生的时候，我们就跟五专生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校区是连在一起，在那个公益教室后面，在处理同学的时候，然后那边的宿舍的那些五专生有看到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们为什么十几个打一个？”那我们就会抬头，关你屁事啊！哎，他们就。
可能就是丢个武器下来。然后当下呢，我们就打电话给大哥，晚上就直接去他们宿舍哦，去把人押出来打，然后打完之后再勒索。哇，好坏哦！好想打他那个。好，故事只能讲到这边，请举牌，真的还是假的？为了人身安全，要好好就好难决定。一二三，真的，我觉得真的，全部真。这种票投假的会被，我觉得他讲的太巨细靡遗，对，很细很细，好像真的发生，真的就是一部电影的剧情。是哪一部电影？对，陈妍希拍的啊。哦，那些年，那些年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，怎么可能？没有，那些年我们一起追杀的男孩，追杀的。好，改哦，改改哦，真的假的？改了吗？不改了。你的故事是真的假的？好，真的，真的。林记我，这边很热。轮到破，破哥，哇，哎，真的很难判断，你知道吗？太难想象，对，我们都很诚恳。按钮决定题目，对，按一下，二一，国际巨星其实是我妈姐，假的，假的，泰国的吧？这一题说真的，问对人，你要不要放弃？问对人，问对人，因为他在美国待过，对，有国际经验的在场是说真的少数了。波多野结衣，你认识他的 LINE？ 我刚才有交换过 LINE， 我们常常会嘘寒问暖。我告诉你，这些都算小咖。好，这些都算小咖。现在正式开始，正式讲的是我认识其实最大咖的是一位 NBA 的一个巨星，所以巨的话，因为他身材也非常的巨大，他就是侠客欧尼尔。不可能，你们绝对不可能。像黑欧尼尔，事实上是真的，因为我们有时候不敢讲这一段，是想说人家会觉得我们攀龙附凤。因为那个时候在1992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刚搬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要先读那个高三，那个时候在 San Antonio 一个那个公立大学。那个时候我记得说，那时候我是一个转学生啊，转学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也知道那个歧视也蛮严重，像其实刚才那个霸凌，我们那边更严重，所以最后只有位置只有在最后面。然后呢，坐最后面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奇怪，哎，旁边怎么有一个身形非常巨大的一个人这样，然后都不讲话。后来问一问才知道说，原来他是体保生。那你知道体保生有个重点，就是他们的这个学历跟这个考试的成绩一定要过到 B 以上，他们才能够毕业，要不然的话没有办法。但是问题是，其他的科他都 OK 哦，他唯一一科他最不会的就是数学。就有一天他说 Paul， 你有没有办法帮我处理一下，帮我那个作弊一下？国语讲这么好啊！用英文，然后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，没关系，好了，那我们可不可以交换条件？我当你的老师，然后呢，顺便如果要考试的时候真的不行的时候，你就跟我看我的答案。但是我有一个附带条件，就是说以后下课的时候你要跟我一起走出这个教室。他说为什么？他说我如果旁边有一个190、200、210的人走在我旁边，没有人敢欺负这个亚洲的这个来的一个小子。就果然，对，就果然，每次只要一考试，他就会这样，因为他人也高。所以那个时候我都会这样写，他只要一高，他只要稍微撇一下就看到，稍微就撇一下看到，撇一下就看到，就不夸张。那一科他真的是 B 低分通过，所以从此以后就记得说啊，原来亚洲小子第一个除了那个厉害，亚洲小子，会说小以外，人家是哈佛小子，你帮自己取亚洲小子，自己取对，所以亚洲好小子啦，好小子。数学也很厉害，你是亚洲小光头，所以呢，就建立起这种所谓的那种革命情感这种感觉。那他那时候选的那个两个队，有两个队在找他，一个是路易西安娜的这个队伍要找他，大学，一个是 L A， 两个队伍在找他。那个时候他就觉得说，哎 ，Paul， 给我一点意见吧，大概什么那个城市会比较好？后来建议他富邦勇士队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我们家住 L A， 我就跟他讲说 L A 的这个城市也比较大，对你来讲这种大块头也比较方便。他就说哦，好像就这样走了。我想说他应该不会听我的吧，就没想到隔天的报纸出来，他真的就签约这个所谓的洛杉矶湖人队。所以他关系，所以你的是你的关系，他加入湖人队，加入。
入湖人队，然后后来我们就没有联络非常非常久，因为他那个时候也非常忙，而且一进去就很红。这个三四年以后吧，那时候我要毕业前，我就特别飞到那个他们的那个洛杉矶的主场 Staples Center， 想去看他打个球这样。然后那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开始前不是都会在练球吗？练球。对，那我们会提早到嘛，因为想要看这些巨星。在旁边看练球。我们就在这个很远哦，大概十几楼的那个地方，在那边看他练球这样。嗯。想说啊，就应该也不认得我了吧？对。就被他练，头一头看，哎。哇！那个金发里面只有我当时有头发的一个亚洲人，欧尼尔在跑，直接跳到十楼去抱他，真的，他有上来，他给我一个拥抱，把我整个这样抱起来，嘿 ，Paul 这样，因为我们差太多，他差二楼，他整个这样抱起来，他嘿 Paul 啊 ，Thanks to you 这样，然后等一下还说他把我从那个所谓十楼那个最远，大概用望远镜才看到他们的，直接拉到下面来，真的 VIP， 所以如果你们掉录影带的话，还可以看到当年我还坐在这个 courtside 这边，还有对10月20号那场球戏对黄蜂队的那场球戏，我就坐在那个旁边。哎呦，哦，这个故事很感人。他讲超多 detail 的，他的年纪真的有可能，来，有没有可能是假的啊？三、二、一，请举牌。真的，开始。我觉得是假的啊。真的，我觉得是假的。诚恳的故事，自信好浓，诚恳。你就是要跟人家不一样。没有，因为你要想，周子瑜、西小瓜都会是他的老师。对，哎呦，有可能啊。可是他之前在台湾呢。排局好，这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让我告诉你，这是挑战自己不可能发生的事。沈雨玲掰弓全开，有一个那个女生啊，是希望我去担任那个鸭的代言人，她就花了10分钟跟我讲，你要代言鸭座，我要帮你做一套那个鸭妆。敏感的时刻来了，梁腰围，她的脸啊，整个贴在我敏感部位，我当场大受惊吓，我压住她的头，你谈安尼，我夹菜两刀呢，冷冷跟我说，不要是不是？不要就是要。所以呢，我就被潜规则了。让我告诉你，这是假的。Paul 讲得好诚恳哦，很真的，一起惩罚。你要陪他，我知道你喜欢啊。一二，出力。怎么样？光头打起来？哎，硬碰硬哎！哎，你看那个整个变凹进去了，越敲越深。铁头功！来，欢迎我们干哥！哇塞哇，干哥就是，我们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始祖，所以我们讲的一定都是真的。哦，你主要是脸不诚恳啊！脸歪，请按钮，请按钮，请听。好，记得按第二次哦。好的，哦哦，哎呦，撞邪见鬼实录。我的八字很重，从来都不信这些，一直等到有一次，大家一定很少去那个地方，那地方叫做花莲七星潭，好美呀，波光粼粼，好，然后风景如画，你们有这个地方有在拍吗？然后他在想系统，然后明天他这样就打断了，那你就错了。我带着老婆小孩，然后那个时候一看，哇，这么多，我们在那个网络上看也不知道哪一家，对不对？然后车子开过去的时候，我一看，哎，一排，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在我旁边讲说，就这一家。于是我就选了一家就投诉了。进去之后，因为你知道那个民宿走廊很长，对不对？老婆小孩在花园里面玩，然后柜台只有一个人。然后我拿了钥匙以后，我要去开那个门的时候，走到那个尽头的那个房间的时候，我说这么暗的灯在哪里？突然就有一个刚刚跟我讲就这一家的那个声音跟我讲说，那个开关在这里，哦，在这里，啪，打开了。打开以后，这个灯打开以后，我说，哎，啊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要谢谁呀？哇！四面一找，
完全没有人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刚刚到底谁跟我讲说开关在这里？到了晚上那就更厉害了。你有没有听过鬼压床？有啊，很多人都被鬼压床过，对不对？我是被鬼推床的。哦，什么叫鬼推床？鬼压床，不会不想压你，是把你推进焚化炉里面。大家都不能理解。我跟你讲，他是怎么样？鬼推床，半夜三更之中，以后好像睡梦之中，似醒非醒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就压着你爬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对，不是，我是被人家这样顶起来了，我突然就站起来了。站起来，又是那个声音，那个声音跟我讲说：“这是我的床，你走开。”我觉得你走开，那绝对是一场梦，对不对？那根本鬼压床、鬼推床，那都是梦。好，这么说你们都认为这个是假的哦？你们都觉得是？请举牌。假，支支吾吾了。我跟你讲，太假了。我们想好久。对啊，可怕的问题就来了。干哥，告诉他们，你这故事是真是假？告诉各位，这个故事是真的。骗人！骗人！到现在还要说谎？骗人！而且七星潭我每年都去，没有蒙阿波。你是睡到吴尊的床？谁都看出来，他是因为没有台阶。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本来只是要小偷偷的，都被人抓到，干脆用抢的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啦，假的啦，假的吧。这故事当然是真的，他被你们处理的。好，现在我们第二个部分，大家同样要当评审，但是大家特别注意，你们现在按的钮这个就是说，他们是真的用掰的。都是全部都是假的故事，都掰的。你要看谁掰的最好，哪一个故事最好，就是我们的掰王，好吧？来，欢迎第一位，请就位。来，欢迎我们的考题。这个阶段是可以讲假的，没有错，但是因为讲假的我就不会讲了啦，所以我还是讲一个真的故事啊。会哦，这个故事是这样啊，因为一般好像说女人哈有这个潜规则的问题啊，其实呢不要怀疑，我也曾经被潜规则。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，就是假的。你弄人家吧，被弄，你会被弄吗？要人家潜规则。那一年我这个公司刚结束嘛，负债3000万，那走投无路啊，然后就到处在演艺圈找机会，想要走幕前这样子，因为可能赚钱比较快这样。然后呢，因缘际会呢，就有一个好的机会，有一个。那个女生啊，大概差不多快60岁左右，就说她在云林哦养了很多鸭，啊，是真的鸭，是真的鸭吗？真的鸭，八位是吧？10000多只的鸭，那她想要开这个全国性的这个。全国性的姜母鸭，连锁姜母鸭，它只有3分钟，它只有3分钟，对，因为那时间有的时候要暂停一下，因为好，我们不影响你，不影响你，对，总之呢，就是希望我去担任这个鸭的代言人这样子啊，因为他未来要开这个鸭的这个连锁店这样。虽然我爱你，到底是鸭吗？时间暂停，我帮你扣10秒啊。就是去代言他的鸭啦，因为他未来想要在那个全台湾开那个100家的姜母鸭的连锁店，然后到那个所在地不得了啦，那就是哈典型的南部的那种豪华农舍，豪宅，不要觉得农舍两个字不 OK 哦，因为南部很多农舍里面哦是这金碧辉煌的，好啊，客厅呢很大，然后很深，然后在客厅的深处呢有一个。董娘的这个身影呢，背对着我，坐在钢琴椅上面，轻轻的打开琴盖，不能说的秘密。噔，是这一条吗？走了，你确定是这首歌吗？我整个大受感动。我问他说，这么优美的曲子是哪一首？他告诉我说，这叫做《梦中的鸭子》。不是梦中的婚礼啊，梦中的鸭子，哪有？他改编成梦中的鸭子啊，改编主题曲，就跟阿敏老师弹的一模一样啊，就是从梦中的婚礼，梦中的婚礼要急转直下变成那个苏慧伦的那个鸭子这样子啊，好，不然才先去放一个理由嘞。真的是喊歌哎，最后1分钟把握，好，
的，那我就直接切入那个主题嘛，我就问说，那董娘，那这样子，那你要找我带盐鸭，好，那大致是怎么样一个工作内容？好，他就花了十分钟跟我讲，讲完以后呢，他就告诉我说，这样子哈，这个脚本这个没问题，这个到时候现场还可以再修改了哈。但是重点是因为你要带盐鸭，所以我要帮你做一套那个鸭装。你说 OK 啊 ，OK 嘛，来，我帮你量身材好了，因为我想说明天就帮你做这样子，然后就量哦，就给他量嘛，很正常嘛，量还量我的头围，量做鸭头啊，我的脖围，量肩宽，量胸围都很正常，敏感的时刻来了，量腰围，其实量腰围不会多敏感啊，就这样量就好了嘛，可是他没有这样量哦，他整个跪在地上这样量。然后他那个他的脸啊，整个贴在我敏感部位，我当场大受惊吓，我压住他的头，唔通啊呢，我假菜两个头啊呢，他整个把我壁咚在墙上，冷冷跟我说，不要是不是？我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就是要，所以呢，我就被潜规则了。离奇的外星人故事，后揭开光头的秘密。那个时候常常听说，因为在这条道路上，因为离那个五十一区很近，所以可能会有外星人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，是那个灯是那个光线是到这边就没有哦，就好像有一个玻璃在啊。那时候很机灵的是，我这样蹲了下来，然后把那个石头拿起来丢过去以后，啪，它丢回来，丢回来这一刻。可能是他那个火箭推进器那边把它烧掉了，突然砰一个这个很大的一个爆炸声，我家烧毁了，好热，头发就没，头发就不见了，我吓得要命。冷冷跟我说，不要是不是？我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就是要，所以呢？我就被潜规则了。好了，大家听哦，太神了！规则在哪里？要什么潜规则？规则在哪里？好，给你这首歌。你们觉得他这个掰不掰？请按钮。还好哎，可是故事是好听的，我觉得。掰不掰？掰不掰？哇，好高分哦！哦，二十五，二十六，二十六，二十六，二十七，二十七。好了，第二位，玛丽亚，三分钟计时开始，加油！我讲一个我的劈腿经验，哎，就我被劈吗？我不是，我劈别人，就不要录了，我不要录了。就我那时候我已经有一个固定的男朋友，可是后来我遇到一个男生，然后我跟他很聊得来，然后言语之间我也会偷偷跟他透露说，其实我男朋友很不，就是不太喜欢你，所有朋友里面他就是特别介意我跟你来往这样子，但是我们就自然而然的走到了两个人在一起的地步，然后我就劈腿了。就有一次我要去他家找他，然后他为了怕被我男朋友发现，他还故意打卡说他出国，然后其实他提早一天回来，这样，然后我就在他们家陪他。然后我那一天是跟我男朋友说，我跟一个女生朋友出去吃饭，就说，哎，我跟志熙出去吃饭好。结果呢，我到他家以后，我跟我男朋友说，哎，我已经到了，这样子。就我男朋友滑手机的时候，滑到不晓得可能吴尊去按志熙的站，志熙在外面跟别人吃饭。我男朋友就哎，变卡。对，就怎么会这样？然后他就马上打电话给我，然后我不敢接，然后他一直打，他打了二十几通给我，然后小王就说。就是那个男生小三的代称嘛，他就说你去厕所接，然后我就进去厕所，我就接起来，我就开始狡辩。结果那时候小王他就是因为他的立场，他当然希望我分手啊，他也没有管什么，他就突然冲，就是也没有冲，他就是慢慢默默的走进来，从后面抱了我一下，然后我就紧张了一下，我就拿电话就这样子倒抽了一口，对对对，然后就我男朋友就说你为什么突然，他说你干嘛，然后我说没有啊，怎么了吗？他说你刚刚有。有大船，然后我说没有，他说你有，然后我就说，他说你开视讯给我看，我说你叫我开视讯给你看，
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的工作有时候就是面对镜头，然后我回家我还要开视讯给你看，还要面对。我们刚开始在一起就说要尊重对方，就是要尊重对方的隐私。何况我现在我为了跟你讲电话，我在餐厅的厕所里面哦，我裤子都没穿，我坐在马桶上，你叫我开视讯，你把我当什么人？你有没有尊重过我？小吵架，不用生气啊。对，我就这样子，然后他就说。那你跟我说你现在是在外面吃饭，我说我真的在外面吃饭，而且我真的在厕所。我如果骗你的话，我就不红，好不好？然后我就类似这样，然后我就这样跟他讲，然后他就说，那你就输赢了吧？他就说，那你就是骗我，我真的没有骗，而且我真的在厕所。然后呢，那个男生就有一点变本加厉，他就舔我的耳朵，然后我就很想，那个耳朵叫那个声音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就说，不要这样，太多了，对。我就跟我男朋友说，你我真的是在厕所，你绝对要相信我。然后我就赶快挂掉，因为真的快刹不住了。那个后面的已经一直，那他你感觉到后面那个人热情如火，他真的就是要冲上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觉得很恐怖。然后呢，我就赶快挂掉电话，然后我就说好，我们现在不要在家里，我们真的出去吃饭，免得他又打来。然后我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就。有所警惕，然后我后来就是我有找一个好朋友，假设是志熙哈，我就跟他讲这件事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你平常如果出去吃饭，你就自己叫你朋友多帮你拍拍照传给我，我可以存档，然后也有下次出去跟那个小王约会的时候，我就传给我男朋友这样子，对对对。哦，厉害了，这个故事在你心目当中有没有讲的头头是道，然后前情后要一切都很好，请按钮。算是蛮完整的故事哦，这应该是真的故事吧？好像真的，这应该是真的吧？听到还有台语，哎呦，真乱讲，20。要哎也不错，也厉害了哦哎，不错不错，你这个鸭王的故事真的蛮厉害，是母鸭代言人。好了，上镜了。我记得在我20岁的时候，我有认识一个姑娘，然后这个姑娘呢，她是一个发型设计师，然后在台北工作这样。然后那时候我20几岁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做原住民舞蹈者，这个女孩子也是非常的棒。然后她会带我去玩啊，就是会给我手机啊，然后或者是一切出去玩的开销都是她负责这样。姐姐，一直到差不多2-3个月过后，因为我们的情况都很好，然后一直到有一天她突然不接我电话了，然后一直到。半夜有人传简讯给我说我们要结婚了，不要再骚扰我们了。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说我竟然是小王啊！哎呦，就说不管我今天一定要到你家，开门迎我进来的呢就是他的小儿子。天哪，小儿子大了，进去啊，然后就是陪那个小弟弟写。就是写作业啊，画画啊，然后她老公要回来的时候，我的那一个礼拜我都不会在他们家出现，或者是跟他联络。然后可是我有教他小儿子唱一首歌，就是妈妈，梦中的妈妈，晚上睡觉旁边睡的不是爸爸。对对对，哇，他现在很溜啊，他现在每次看到我就会唱这首歌。好的，这一段瞎掰内容。妈妈，你们觉得厉不厉害？请按钮。简短有力。哎，有一个，有一个。你不按，我自己按哦。有一个。哎，有一个还是不小心按到。哎呦，哪里有？有一个姑娘。下来，太掰得太烂。Paul，轮到你哦。Paul，加油。我看你把 Shaky O'Neal 继续好。在我离开欧尼尔以后啊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在那个隔壁的那个德州的汉堡店打工。那时候那个汉堡店都打到在10点多，同学同事们就一起开车回家。结果他们都睡着的时候，我在开车，开开，哎，不对，后面有一个灯在照着我。哎，我想到应该是抓超速吧，我速度减慢。哎，可是他没有就停下来，或者说闪警示灯一直照着我。我觉得不对，而且那个灯光看起来那个颜色不是那种我们那种探照灯的颜色。我加速、减速，甚至我最后把它停到旁边，想说他可能是要挑衅我吧。超车。对，然后停到旁边了，想他会过去，也没有，还是跟在我后面。我就跟下去看，他走下去以后，我刚才看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景象。什么？是那个灯，是那个光线，是到这边就没有。哦。就好像有一个玻璃在啊。那个时候常常听说，因为在这条道路上，因为离那个51区很近，所以可能会有外星人要绑架。哎呦，我觉得有问题。然后那时候我很紧张，不知道怎么做。然后一个灯这样照着我，我就那时候很机灵的是，我这样蹲了下来，然后把那个石头拿起来，这样丢过去，想说看有没有试看虚实，看那边会不会有东西。哦，就丢过去以后，一些秒没声音，2秒没声音，3秒砰，他丢回来。
丢回来这一刻。怎么回事？哇，你还有把那个外星陨石带回来？而且我丢的时候是正常的这个所谓的灰色，因为它有。但回来的时候竟然已经变成黑色，你知道吗？本来是灰的。对，所以可能是它那个火箭推进器那边的那个烟雾烟把它烧掉了。我就觉得不太对，然后就那你应该把生牛肉丢进去啊，回来变牛排。很生气，就丢过去哦，我就直接骂了脏话，就 F you 这样子。对，想说可以把他吓走，忽然这样骂完以后，我觉得说啊，可能惹怒他了。忽然没有那个球，就没有再丢回来了。哦，哎，变球。对，出来这石头就没有丢回来。没有，你丢的时候 F you 对不对？然后他丢回来。哦哦 ，OK。U F O。对，出来这石头就没有丢回来。没有，你丢的时候 F U 对不对？然后他丢回来。哦哦 ，OK。U F O。U F O。U U 对，然后最后想说啊，那应该没事吧？忽然砰一个那个很大的一个爆炸声，那个震波加这个石头，所以我现在还会拿到，从那边这样砰整样烧过来。哎呦，我现在烧过来哇，好热，头发就没，头发就不见。吓得要命！我冲到车上，我后面那三个朋友全部也一样变成光头。哇！你这我就给他开着车子还好，看这个又要立刻再按钮了吗？好，到底他这一个故事，你们觉得掰的好不好？请按钮。哎！哎呦哎呦！哦哦 ，You have boy。不错哦，喊歌喊歌。哎！没啦没啦。还不错，道具，道具，掌握你最后的三分钟，好不好？丹哥加油哦！开始，不能再十年了。我有一个同行比我小5岁，他是电视台记者，他是我们这个圈子里面的多情王子，他可以6次难过情关，他都没有走出那个关。OK， 到最后一次，为什么？竟然连自己的命都赔上了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接下来，第一次是在15年前，他，我跟你讲，你六次都要讲吗？当然，讲一次啦，本身剩下1分半钟嘛，很容易就带过了。我挑有趣的那一次就好了。第一次，就刚才 Sanuki 讲的，我还要录吗？只可以录到，不是只有比，开始开始。输比了，先投票，先投票。最后30秒，第六个就是我最遗憾的时候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从开始交到这第六个时候，他就每天借酒浇愁，因为这个女的一样劈腿，劈腿到最后，当他也是有一次出差到国外去的时候，竟然把全家都给搬走了。你知道全家都可以搬走，相同四壁了，他不搬谁去？他搬全家。他除了床搬不走以外，他连家具都给你搬走。结果他喝了一个礼拜的闷酒，到了最后一天晚上，为什么那天是最后一天？因为那天是我跟他在一起，我陪他走了以后，到第二天早上9点没有去上班，他已经气绝多时。因为他已经在昨天晚上我刚走的时候，就因为胃食道逆流，食道逆流，不是食道，他喝咖啡喝甜食。没有，他不是喝咖啡配甜食，食道他去搬沙发，食道堵塞，所以他其实他早就已经气绝了。他的呕吐物，他的呕吐物，对对对，怎么死的这么不均匀啊？不均匀，胃食道逆流搞到我。OK， 我很少阻止人家继续讲，但现在我必须。好，拿着你们钮，他这个掰的好不好？请按钮，一票。哎呦。胃食道逆流，胃食道逆流至少要5票吧？5票，还有5票。所以我们鲫鱼胃食道逆流。我们今天的喊歌就是玉林歌。加冕。
金陨石海。我也不知道旁边剪的、啊。好了，再一次谢谢我们几位评审老爷，也感谢这四位神经病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花我们要特别介绍。哎，因为这个花我们是我特别去花市替你挑的。对，是特别今天要献给掰王的。这个花叫做虎兰花。